麒麟王最强对决，藤原佐为对战近藤光。围棋比赛已进入最后阶段，四天前比赛已决定出前六名人选，分别为桑原仁、近藤光、塔矢亮、塔矢星阳、旭方京次、藤原佐为。现要通过循环赛最终确定个人的名次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比赛分五天进行，每天进行三场，每人每天各有一场比赛，比赛流程已知。第一天比赛是塔矢亮对战旭方京次，第二天近藤光和塔矢星阳之间进行比赛，第三天桑原仁对战塔矢亮，第四天塔矢星阳和旭方京次进行对战。请问第五天藤原佐为和谁进行对战？答案应该是一，塔矢亮对旭方京次，近藤光对藤原佐为，桑原仁对塔矢星阳。二，近藤光对塔矢星阳，桑原仁对旭方京次，塔矢亮对藤原佐为。三，桑原仁对塔矢亮，近藤光对旭方京次，塔矢星阳对藤原佐为。四，塔矢星阳对旭方京次，桑原仁对藤原佐为，近藤光对塔矢亮。五，旭方京次对塔矢亮，桑原仁对近藤光，藤原佐为对旭方京次。有猜对吗？